我从早上10点就得坐这儿，我一直坐一天，坐到天黑，我是真没时间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，你绝对不想靠近。我是认真的，绝对不行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我就没明白这里头怎么能有那么多人。死亡啊，对我们很熟。我带错技能了，我怎么带着点盐呢？全军出击。不行，这寒冰好像干不过。哎呀，一换一，不亏呀。重生之后还是原来的。那阿木木学的 Q 吧，你别想打野了啊。这火男往哪跑啊？我能握紧的只有手里的枪。非常感谢。Q 的 nice， 有助攻。尽力了，确实是救不了你。我也回家吧，我跟你一块儿回。兵线正好往我们家这边推。收队友啊，距离不够。你刚才那个距离哪够给女警加血的呀？我又不是无限距离，那寒冰搁这儿，我搁这儿，女警搁这儿，我咋给他加你这？只要不是在墓穴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这两个人冰火两重天，对线挺猛啊。换吗？不行啊。我们家这下路挺难打呀，不好打。女警那个英雄，他射程跟寒冰其实差不了太多，压不太住寒冰。女警有点菜，不赖他，跟他没关系，他确实不好打。我这还不是硬控英雄，那寒冰还控不死。我们硬拼伤害拼不过对面。
那火蓝带控，我们俩上去打必定会死一个，你知道吧？你看这伤害，操了！你没法上去点人都。旁边来人了呢，我不知道为啥这韩冰那么凶。生命 不知道他凶啥，很奇怪。脱个鞋吧，拉走位。三速鞋，拉走位。饼干留着下巴吃，我被晕了，饼干吃不了。太强硬，太痛苦。小法师，小法师上单儿啊！啊！和我一直背负的恐惧相比，这把枪轻。刷一波，要玩吗？过来抓一波。如果只在风暴来临时，伤害太高了，这女警干啥呢？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只想让一切有意义。你打不过他，别跟他打了。如果生命是我的诅咒，那么活下去就是解答。光明应该教会我们无惧黑暗。我们俩打这俩找机会太难了，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呐、啊！还好这火男啊，不是那么进攻性不是那么高，还好。再来，没闪，韩冰没闪。伤害真那么高。跳弹没有啊？
来，我从这边走来。这把枪不会冒出。你别回头啊！你回头，多不合适。这他妈还能让他换一个？这把其他路打不是优势，挺难打。这寒冰是个带，我说实话，啊，是个修带。还好是我打下路。能换吗？伤害太高了。那王八得来呀，王八不来我们好难打呀。我又死了，真是越来越熟练。打野还不会玩儿，你知道要呼吸但却做不到，那就是黑雾的感觉。为什么女警要扛塔呀？辅助就好了，我要是个上中就好，这辅助太难了。不过还行，女警装备也还行。你再想想，目标与标记给你吧。这也打不死人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爽呢，舒服啊，这涌哎，可以啊。不行，你就回来吧。哎呦我操！一起来！妈的，晕这么长时间！我抱下来一个，射程远一点。闲聊其实不包括在我的世界。想要离开黑雾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穿过来。还得是这永恩，我跟你们说，别的都不行事，还得是永恩。我会带你一起活下去。等一会儿啊，这韩冰敢出来就点了。死！给我杀！到凶个什么玩意儿了？比射程吗？不就是比比射程？来看看咱俩谁射程高。活着就要尽力，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机会了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我这个点炎真的是一点用都没有啊！我出的点炎完全没有一点用。哎呦我好龙，他闪现换我他不合适， AD 闪不是很重要。一走啊，一上去啊，怎么不往上一呢？哎呦妈呀，太笨了。重生之后还是原来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墓里寂静无比，埋葬了所有你说出口的话。Shut down.
挺会的这韩冰，挺会找目标的。我应该闪现把他大躲了，不行了，这把得好好玩了，兄弟们，不能跟你们说话了，我得全神贯注跟他玩这把游戏，技能我也不省了，省技能不行事。每一天我都要拼命活，今天又有什么不同？这都活不下来吗？来中团呐，兄弟们呐，不打团战，那寒冰有 R， 我们也活不了啊。感觉有人要送，递上去必送。那寒冰应该是有闪，你别上了，你就别上了。不行就给他了，你就别上了。我得戳个水银。哎，一路换一路还可以。修法，修法刀锋还好。舍生取义，对我来说完全不成问题。如果有什么东西不想要，哎呀，这永恩啥也没放来死了呀。永恩不能死，永恩得去杀寒冰，把他杀了不行吗？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只
这都能把我点死了。害的是赛因呢，赛因诱我，可以，还追呀？别追了吧，能打死吗？算了，我不质疑你，好吧，看你自己。中枪了，烫死了。寒冰会找输出环境，是啊，跟我们家 AD 不一样。我要想伤害。其实我这水银出的我感觉没什么用，不行不要了。我出水银打前排打不动，我原谅一切，不需要别人。枪影多少钱？三千。哎呀，我操他妈，这都能让他给我换了？我要是没死就好，我没死这波大龙是肯定拿下来的。我死了，我不知道这龙能不能拿得下来。可以凶，看不见艾希，没看见，我刚才的注意力在左边啊，谁知道他妈从右边来了？大龙啊，大龙先打了。先把大龙打了，先把小龙打了。可以，女的 ，nice， 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把大龙打了，我去打小龙，我去把小龙打了。线儿我先不收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应该教会我们无惧敌人。最终狙他狙他，可以。你说那不杀 ADC 了，杀我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我是真服啊！推中啊，把中路推了。把兵先杀了，漂亮！怎么也死了，把中路推了，把中路推了，死死吧，死就死了。你把中路推了，快点的，你别打人了，你把中路推了，你个笨逼！哎呦我的妈呀！破个啥路呢？害虫直接给他基地拆了。重生之后，还是原来的我。真是个笨逼，太笨了。加油，兄弟们！加油！先上寒冰，漂亮！先把寒冰杀了，剩个王八加害虫的尸体，没事，他有僵尸，僵尸没了，剩个王八。哎，我操！我是真看不起人呢，我不是看不起人，是他闪现了。换不了装备，那肯定射我。辅助装换了，换不了。你辅助能做的事儿它就这么多，你换辅助装，地图全黑的，玩啥呀？摸瞎呀？摸瞎呼吗，兄弟？你不要觉得三十五分钟已经是我一个辅助能干啥的事儿了，行不行？这是五个人的游戏。光明哨兵，妻子，我什么时候才能
你妈的，不秒我呀！哎呀，我操，这技能呜呜往脸上甩呀！老子别打了，你们打不住啊！那寒冰比女警伤害高，还得水银。我水银我没有办法，我水银我就没有办法出青格，我不出青格我还是打不动别人。前排我还得打得动。他们家那阿木木加上刀锋，还有那寒冰技能，全往我脸上甩。小龙没了就没了吧。我马上活，我马上活，我马上活。等五秒。你给我点他。出的啥呀？出他妈怨恨锁链，鞋他都没有啊！人家瞄你不是很正常吗？一个脆皮那么狂，他瞄我可以啊，没关系啊。那队友里那会打伤害啊，那队友不会打伤害啊。谢谢魔教中人。不有惩戒吗？把龙魂拿了。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只想让一切有意义。怨恨锁链，怨恨的谁呀？换水银吧，我记得所有人，希望我还记得你。能承受爆头，害虫偷家了。害虫别着急呀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打他们！我害虫，害虫立功了，害虫！再来一下害虫，再来一下害虫，漂亮害虫！哎呦，还得是这害虫。